感谢华总能来我们政和考察投资，啊！欢迎华总，感谢。怎么了，华总？廖书记，我这次来政和，不是来考察投资的。那是，我来，还是为了你这个人。华总啊，您还不死心啊？廖书记。 各位，我们做企业的求贤若渴，没什么不对。而且这个人才流动啊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有利于思想的碰撞和社会的发展，必定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果，甚至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价值观。没什么可避讳的。华总啊，您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和耿直痛快的性格。 我非常非常的欣赏，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的战场就在郑和。行了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华总，你也尝尝我们食堂的菜做的怎么样啊？来尝尝。好。哎，你听说了吧？一个企业老总直接冲到廖书记办公室去挖人了。挖谁啊？就挖廖书记啊！啊，这样也行啊？我是弄不明白。 你说这廖书记会拒绝华总吗？这我们都在场，你不也看见了？可是华总都到郑和来了，要是一点希望都没有，那何必付出那么大代价啊？这华总啊，有他的行事风格，我们呢可不好揣测。不过，我是相信廖书记的。嗯。秦静。廖书记。哎，哎，你们来了。 廖书记，嗯，听说您要走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消息满大院都在传。你们听谁说的？这都是谣言。明玉啊，你的假该结束了，明天上班啊。书记，我现在就可以上班。什么事办这么快啊？行了，我也不问你俩的，反正马上要结婚了，有点自己的小秘密也正常，是吧？ 廖书记，嗯，县里工作这么忙，等我和明宇结婚的时候，会不会不给批假呀？结个婚需要多长时间啊？要快啊！哎，要按照郑和速度的标准来。这也要快呀？逗你们呢。你好。 请问是廖书记家吗？是。廖书记的情况，我也已经了解过。他确实是一名好干部，但是从商，也一样是为老百姓办事啊。从某些方面来讲，可以做得更好、更彻底。这个道理，我想你们作为他的家人，是应该能够理解的。 您先喝点茶吧。哎，喝茶喝茶。哎，洗个电话。哎，我这马上开会呢啊。爸，是我。那个叫华总的来咱们家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出大事了。他怎么到我们家去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嗯，这个华总啊，跑到我们家去了。这三番五次没完没了。行了，大家开先开会。等等等等，华总跑你家去了啊？这华总真是。
你们答应人家了，啊？要把你吓的！廖俊波呀，廖俊波，你真的太不了解你的家人了。不用说三百万，今天这是金山银山摆在这儿，我们也不可能答应的。你简直太小瞧我们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好啊，合起伙来骗我。丫头，赶紧给你爸倒杯水吧，你看他急的。好嘞。 我先进去备课了啊，行不行？儿子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呀，爸爸妈也会骗人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不过以华总这个人的性格，让他放弃还是很难的。静波呀，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。以前啊，我都是啊。 三顾茅庐去求别人，没想到这次被别人三顾茅庐了。爸爸，哎，经历过这么一遭，嗯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爸是一个这么值钱的人啊！听这说话，小女子佩服。嗯，那我接受了。爸爸，嗯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都想好了，我以后要多多向你学习。 也争取成为一个特别值钱的人，这不叫值钱，这叫价值。哎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价值。夫财之用，国之栋梁也。得之，则安以荣；失之，则亡以辱。出自王安石的名篇，说得好。那是。 也不看我是谁的女儿。嗯，没错。<笑>七七，别闹了，赶紧吃吧。快吃吧。嗯，丫头，还是你奶奶做的饭好吃。是吧？嗯，儿子，你常回家来，妈给你做。嗯，让她常回家来是不可能的。俊波，嗯，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嗯嗯。是啊，爸爸。嗯。 廖书记，哎，小陈，昨天不是让办公室通知征集办的同志今天上午8点去松溪村吗？廖书记，他们说要晚一点到。晚一点？怎么回事？他们都在传你昨晚是去市里见那个华总了。行了，那我不等他们了，你去吧。嗯。哎，段浩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坐坐坐，这一大早把你叫来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没事。哎。 早饭吃了没有？啊，吃过了。哎呀，段浩啊，你坐。好。我是有个事儿啊，想请教你啊。来，廖书记，您太客气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哎，是这样，我看到网上很多商家呀，把这个产品的制作过程拍下来，连同产品呢一块放在这个店铺上。我在想啊，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农民这个选种啊、育苗啊、播种啊、收割的过程。 他们备货的故事，也拍下来，也发在网上，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，拉近这个买家的距离，建立一种信任感。没问题啊，我之前给果农做过类似的营销，效果特别的好。那就太好了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策划书，这方面你是专家，你帮我看看。细节方面，包括预算这一块，你再帮我补充完善一下。没问题。 我准备好了，就联系派出所团队。嗯，我到时候到实地去看看。好，那行了，我马上去趟松溪村，咱们一块走吧。好，好。老支书，老支书，廖俊波来找你了。哦哦哦哦，我先走了。哎。
老支书，你别躲着我呀！石头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？难吗？你一天给我妈打无数个电话，我都背下来了。今天我来是想考考你。好，你考吧。 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妈，也就是陈芳芳女士？请回答 A 是 ，B 不是。 A 是 ，B 不是。是。第二题也是选择题，你是否了？廖书记，我知道你来干嘛的。这征地的事情啊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老支书，这征地的事情是国家的大事，牵扯到方方面面，这遇到阻碍很正常。你也别往心里去啊。廖书记，我看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，这说明你也不顺当啊。哎，你能理解我。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。谢谢。妈，段浩已经顺利通过我和奶奶的答卷，我觉得他是个靠谱的人。剩下的你俩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石头。这孩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啊？开发区二期建设的图纸就摆在这里，可我们到今天，我们其他各项工作的进展居然为零啊！我昨天整理了一下，截至目前，影响开发区进度的项目有28个，其中有6个已经停工了。原本计划新开工的35个项目中，至今有18个项目还没有动工，这是耻辱啊，同志们！我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要走了，我们还来干什么？老王，在说什么呢？听说你要走了，要下海经商去。我经什么商啊？这是谣传，你们这也信呐？稍等，喂，黄总，就这样吧。华总，廖书记来了。哎呦，廖书记啊！华总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廖书记啊，我华某今天来是想宣布，盛宇国际集团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，投资3亿，要在郑和联合农户办200个养猪场。500个养鸡场，1000个蔬菜种植基地，简称“二五零工程”。二五零工程，二五零就是250嘛。在别人眼中，250就是莽撞、疯傻，但在我心中，250就是一种敢拼、敢闯的劲头。哎呀，华总啊，我代表郑和23万父老乡亲，感谢你。
乡亲们，咱们又见面了啊！我知道，大家都关心钱的问题。哎，但是这钱也分现在的钱和将来的钱。大家想想啊，就算你们拿到再多的这个征地的补偿款，那也只是现在高兴高兴嘛。那以后呢？这钱总是要花完的，花完了怎么办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现在还没钱嘞，管那么远干嘛？说的有道理，是啊，没钱怎么也行？行了，听廖书记把话说完行不行啊？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，这可不行。那酒醒了怎么办？酒醒了不生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受苦受累啊！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。这条路有三种走法。这第一啊，我们跟企业联系，如果要想到企业上班的，我们帮你们联系，你们能干点什么，咱们就干点什么，总之有工资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这第二条路啊，如果又想创业的，我们有电商产业孵化园，有农产品互联网加这些项目，哎，我们可以帮你们提供创业指导啊，创业孵化，创业这个贷款担保啊，哎，注册登记啊，一条龙服务，我们扶持你们创业成功。我们这个村里的老人家也创不了业，上不了班呢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们说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哎，这就我接下来说的第三条路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忘了这些老人呢？村里的老人，我们都给他上养老保险。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能领保障金，绝不能让你们饿肚子。哎，这样算下来啊，我们既能拿到县里的征地补贴，又解决了长期的收入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啊，现在的钱，将来的钱，我们都拿到了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可不可行？我觉得可以，还可以，真好。别说啊，试试吧。嗯，我接个电话。王校长，喂，廖书记，我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已经建成了，明天要举办一个新教学楼落成启用仪式，想邀请您来参加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明天几点？目前定的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。9点没问题。这样，我明天只能待半个小时，9点半我还有一个会。哎，好的，廖书记。好，那明天见。嗯，大家接着聊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上午好。在这丹桂飘香、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，我们郑和一中终于盼来了新教学楼的建成。好。新教学楼的落成，为郑和一中追求更高发展提供了动力。在此，我谨代表学校全体师生，向关心支持郑和一中教育事业的各级领导，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发展的社会各界，致以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。郑书记，现在开发区1期可以说是搞得非常的成功了，总入驻企业有54家，总投资金额52个亿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，可以说是郑和的奇迹了。长期以来，教学楼的落后条件一直制约学校的发展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们学校的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教学环境得到了改善，师资力量重组，教育教学质量也取得了飞跃式的提高。特别是我们郑和一中这几年来高考成绩不断跃升，甚至考上了像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高校。在此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些同学们。
祝贺你们。郑书记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村以前可是有名的垃圾村，这河道全是垃圾，苍蝇也是满天的飞。现在呢，你看多漂亮，旅游村，这些白茶都是无公害无农药的。老话不是都这么说吗？三年入药，七年为宝，十年的白茶就不得了。这些都是廖俊波同志来了以后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并提出的建设思路。是的，今天啊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首先我要祝贺王校长，祝贺我们的老师们同学们，我为你们辛勤付出而感到骄傲，为同学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而感到自豪。今天对我们郑和一中来说可以说是扬眉吐气的一天，考上了一流高校是件不容易的大事，它标志着郑和一中的教育质量的提高，对我们郑和人民来说有了一个信心指数。我是从学校出来的，老师出身，当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去临县借读，去南平借读，甚至有的家长啊租房子陪读，但是今天通过大家的努力，一个新的郑和一中打造出来了。今天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师，是我们从临水中学专门请过来的邢国玉老师。郑和，感谢你的付出。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走出郑和，把外面五彩的世界再带回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家乡将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郑和。廖书记也来让我们搞花卉，我们当时还不同意。你看这花长得多好啊，这是文心兰，它开花呀有个特点，就像姑娘穿裙子一样散开的。这大棚啊还有别的花，都是我们龙珠村的。哎呀，我说董县长，我说要来你们郑和看看，了解了解情况，可来了之后你们给我介绍的都是好的一面啊，大有报喜不报忧之嫌啊。啊，难不成他廖俊波是个完人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好，这边不去了，我们还是到那边看看吧。好。哎，郑书记怎么回事啊？他说来咱们郑和看看，又点名不让廖书记来，现在还这么说，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走走走吧。这廖俊波同志怎么还没到啊？啊，打过电话了，说在路上呢。那就再等等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郑书记，常副部长。刚刚参加郑和一中落成典礼，来晚了。我知道了，快坐吧。好，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呢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久等了。那咱们就开会吧。今天我到郑和来调研工作，主要是想了解廖俊波同志在郑和的工作情况，所以啊，我就没让他陪同。今天转的地方不多，但还是看到不少东西啊。从看到的情况而言，我觉得廖俊波同志在郑和这几年的工作还是非常优秀、非常突出的。说句实话，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接受上面给我们南平的荣誉。老张，你跟大家宣布一下吧。好，我正式向大家传达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，因为廖俊波同志工作优秀和突出，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认可，决定授予廖俊波同志
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。昨天刚接到的通知，廖俊波同志可是为我们南平、为我们省里争了光了。书记，这不大可能。俊波同志啊，你就别谦虚了。自打你来了郑和以后，郑和就发生变化了。现在县域经济发展指数的上升趋势一直排名全省第一啊，连续三年年年是咱们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佳县。到今天啊，郑和的财政收入已经连续翻了两番还多呀。廖俊波同志啊，你取得的这些成就虽然没有人去替你宣扬，但是党中央都看到了，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，你要到北京去领奖，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你了。我们应该为廖俊波同志感到骄傲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段浩，哎，廖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上次你那个方案做得怎么样了。快到我办公室。随便坐。好。您看您喝点什么茶？哎，别，坐，咱们聊聊天。这公司运转的还顺利吧？顺利，我正打算把上海的公司合并过来。好啊，段浩，你说你把自己的公司啊经营的是有声有色。现在还是我们郑和电商人才培训班的王牌讲师，哎，为我们郑和培养了不少电商人才啊！哎，你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你吗？说你是我们郑和的电商牛人。哎呀，廖书记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那是瞎喊呢！大家能这么称呼你啊，说明是人家在你这里学到了真本事，大家敬重你，你也感到自豪啊！哦，对了，廖书记，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说说。你说。您给我介绍来那个员工，陈龙芳，怎么了？他干的不好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干的特别好。哦，人也好。啊，所以，我，你俩，这个，真的假的？真。行啊啊！你说你回来时间不长，收获这么大，事业爱情双丰收啊！前天您打电话让我帮忙在网上买的鞋到了，这么快啊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是42码黑色吗？对，那我就不试了，我还能信不过你。哦，对了，来，一共是368，你数一下。哎呀，廖书记，没有多少钱的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快递费。哎呀，包邮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我还赚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双鞋吗？我要去北京啊，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。廖书记啊，这个钱我真不能。哎，听我的，君子之交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啊。好。哎，俊波，我听说你拿了个什么？全国表彰，说要去北京，中央领导要接见你呢。嗨，爸，他不是光接见我一个人，是要表彰全国100个优秀县委书记呢。儿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，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？啊，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啊！抽时间回来一趟啊，我们全家好好庆祝庆祝。对呀，这事儿不值得到处说，所以我就没告诉家里。那个，我明天就去北京了。嗯，这样吧，等我从北京回来，我就在家住一晚。啊，另外，这事儿你跟我爸可千万不要到处给我宣扬去。好，我们也不是那个张扬的人。放心吧啊。行了，那我挂了啊。你们早点休息啊。
同志们，你们这是啊，廖书记，给您送行了。你这可是为我们全政和人争光啊！啊，就是，到了北京，见了中央领导，你可要认认真真，好好的看两眼。回来啊，给我们大家讲讲。好，好，你们这一大清早的，这么兴师动众的。行了，这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，我都不告诉你。廖书记，咱们县啊，从来都没有得过这样的荣誉，您自己不骄傲，我们可骄傲了。是，大家伙都高兴得睡不着觉。你要是不让我们给你送行啊，大家这高兴的劲儿都散发不出去了。您多担待吧。行了，好，谢谢，老丁，杨春，谢谢。行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你们要回吧啊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，你们都回吧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一生的誓言，一诺千金的重量，黑夜的尽头，微光点亮。所有前世前程不悔的向往，希望不一向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示热烈的祝福，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上午9:30，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，同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亲切握手。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。儿子有出息，儿子真有出息。中央首长跟他握手了。这咋没反应呢？丫丫，快快快快，帮爷爷弄弄，我想再看一遍。爷爷，您这来来回回都看了十几遍了，您还要看呀？书记，这两天您都到哪儿去玩了？北京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呀？哪有时间出去玩啊？这次来了全国那么多优秀的县委书记，这可真是一次难得的互相学习、互相交流、互相取经的好机会啊。哎，人家去趟大北京啊，都是爬个长城、吃个烤鸭什么的，您可倒好，跟没去一样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爷爷恨不得钻到电视机里找你爸去。快放快放吧。来吧来吧。不会放。还没看清楚呢，镜头一晃就过去了。爷爷，下次等我爸回来了，我让他站在你面前，让你好好看个够，好不好？这丫头学会跟爷爷开玩笑了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你爸是不是今天该回来了？哦，我爸回不回来，这得问我妈呀。哦，我打电话问问，那到哪儿？啊，同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亲切握手。哎，喂，老廖，你到哪儿了？那个，我已经到郑和了，我都忘了跟你说了，县里还有个会要开，我今天就回不去了。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。你今天不回来，爸妈很失望的。君波怎么了？啊，他说他今天回不来了。妈，我要说两句。能。喂，爸，我们一家人都在电视机前面看你呢，真帅。但是，如果你今天不回来的话，
我们都会很失望的。快快快，快！我说两句。哦，奶奶要找你讲话。儿子，儿子，你参加表彰大会，我跟你爸真为你高兴。孩子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我希望你抽空回来一趟，喊上你妹妹，咱们一家人高兴高兴啊！啊！儿子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你爸看新闻的时候啊，恨不能窜到电视机里头去。妈，这样过两天我抽空回家一趟，啊。嗯。好，好。同学们坐下吧。首先呢，我代你们廖叔叔谢谢你们。我们才知道廖叔叔是您的爱人呢，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事迹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你们廖叔叔啊，他也就是个普通人罢了，只不过呢，他做事情比常人多那么一点点韧性，那么一点点坚持罢了。他经常说他认准的事情，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。不过说实话，他的确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公务员。那生活中的廖叔叔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生活啊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生活，因为生活就是他的工作，工作就是他的生活。说实话，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。你们廖叔叔在生活中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，他把他的时间啊都献给了那些需要他的人。老廖，市里开会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又有好消息。老廖，哦，清新福建美丽乡村之旅评选结果出来了，你猜猜谁是第一名？谁啊？咱们的黔东镇呢，这可是全省第一名啊，这对咱们县今后的精准扶贫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。哎，这真是要加强力度，好好的宣传。哎呀，杯子呢？你这儿？哦，在那啊。哎呀，这忙了一天啊，连水都忘喝。哎呦，渴死我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都什么内容啊？哎，有什么政策给我们先传达传达。啊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我廖俊波啊。俊波啊。哦，仲书记，我刚想给您打电话呢。哟，你这么快就回到县里了？啊，我已经到了。看来你是把郑和当成自己的家了，这叫归心似箭，是吧？哎，仲书记，我，你对郑和的感情我能理解，但是组织部常副部长跟你说的事儿，你也要好好考虑考虑啊，及早准备，啊。好，我明白。钟书记，你放心吧。再见。好。
钟书记说什么了？哦，我被提名为南平市副市长候选人了，下个月人代会就要投票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是，这说明组织上对你这些年的工作是非常的认可呀。好事，好事。哎，这公示很快就会下来了吧？是，你看你在政和干得这么好，被选上肯定没问题。